如果生活还没能改变你，那你已经失败了。全军出击！ 行吧，那我就红开吧。嗯，信不帮吗？好像没蓝 buff， CD 够不够？哦，很极限。 太极限了。走，我们去红 buff 找这个佛爷哥。往哪跑了，兄弟？ 小闪，带闪现就是这点好啊！怎么这么急呀？ 我真不想帮他。 牛逼牛逼，还偷我一组野怪，他把法穿鞋了。
哈哈，孤勇者被单杀了。这把打团好像没那么好操作啊，控制太足了，对面全是控。 来呗，哥们六级火男，召唤师，你是控制不了我的，怎么就吵起来了？ 可以啊，还控小龙。 漂亮，好射这一件。第一件还是大面具吧，第二件再买冰棒。 队友都不乐观了，好像抓不到。 漂亮，大节奏，阿卡丽能走不走？不过人头是被男枪塔了，好像又不是那么赚。 好像又不是那么的赚了。
拿草丛吧。坏了，我死了。对面挺阴的，这波这个抚慰哥，他搁这草里一直等，我还在想他怎么没有打这个草丛。点蓝。大招没按出来啊，兄弟，没按出来。我也想按呢，想放个E啊，结果没按出来。抓下，抓下。交给你们了。怎么这么喜欢游走啊？我真的，他们的中野一定要哥们那么认真吗？上态度了，真的好烦人啊，这两个人去哪都喜欢资源，喜欢游走。行行行，好的很，好的很，好的很。我还想把青钢影偷了的一个 W， 包上态度了，这把真的包上态度了。顶级拉，顶级拉耶！看都不用看了。没大招好像不一定打得过他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兵上兵上，
前锋应该回血了。看南墙不到，南墙怎么147刀啊？刷个下半野区吧。哦，没开到。开炮！这个车开的真的是笑死个人，我干！老鼠开车，来，我无敌的，好的很，好的很，好的很。操作，操作，出操作的。这是灵套。12级，13级。拿小龙吧，不是，他就吸我，是好像真没啥办法啊，兄弟们，对面就吸我，1250，这蚂蚱就只管吸，根本就不给我操作空间呀，他。射他。妈的，我今天还能让你走了，操，
撤一下，撤一下，兄弟们，撤一下。正在前进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这个人杀心这么重的吗？下回去。拉开拉开，阿卡丽来了，两个人都要吃血。哎，怎么说怎么说，有大意思就是蚂蚱有大。他想吸我，残兵啊，射他射他，完了又要吸，哎呦射他呀我啊，我以为他会射的你知道吗，造业呀！啊，哎呀！哇，他们那个下路偷家。哎，小龙了，小龙了。两个锁头啊，青钢也还准备买个大一模的，
我这里是有个人吗？你算不上什么人。又是闪现过来想吸我，大龙吧。大龙，我们俩是不是有仇啊？这蚂蚱永远只拿我的吗？他这把游戏没拿过第二个人，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他只拿我。他的世界里仿佛只有我，他只能看到我，他看不到其他人。他真的是看不到其他人。他这把游戏都是。思路真明确呀。回家吃个大药，中推吧。杀！那小蚂蚱，小蚂蚱死不死？进野区回电蓝。走了，蓝不够用也太难受了，我蓝怎么这么少啊，靠，这火男打野蓝确实是不够用，一下就完了。
星界我就不要了，星界不要了，白火炬吧。推上吧，听看你在打字。我要过来杀蚂蚱，啊，漂亮漂亮漂亮。